品票据记账，你看记账没有票据，一个白条那不行啊！啊，也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发票，你要没有发票，白条不行，不能报销，哈哈，是不是？当时不是报销，而是不能报账。你肯定根本就领不到，也没有那个领取的凭证，你根本就领不到，啊，无法领取。所以他只要是通过这样一些领取的凭证，啊，各个会计人员，各个部门的会计人员，就是根据这个凭证来记账。审核人员，然后再根据那簿记的记载来计算，出现短缺，首先要分析你出现短缺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仓库漏雨毁坏了粮食啊？是不是因为有老鼠偷吃了粮食啊？如果这些原因都排除了，你耗子少了，你这个粮仓是一完蛋。结果你去称的时候只去了9000担，差1000担，那就要称去了，把这些原因都排除了，差了，那差的这个钱呢，就是你贪污了，你这个仓税户这一季，你的责任制你要负责赔偿，你赔钱呢，赔个之后再存取，再是指一家或者指两家罚款，这是叫做赔偿与罚款不同。啊，所以这不仅可以防止贪污，而且这样一些立法呀，还可以严惩贪污，一直防止不出现这个情况，而是已经出现了严惩，这都有很多具体规定。这个我要是按照我这个书上面所讲的呀，那是具体的很啊。既然我没有时间来一条一条的来念它，太晚熟了，那样叫太晚熟了，因此我就不再会举那些晚熟的例子。再好一点呢，就是采取什么办法呢？还有一个例法，就是制定实行双机制的，因为还有一级一级啊，小一级审核了，小一级审核吗？也要审核，小一级审核了，还有军一级啊，也要审核，因为前的好级已经有军了，军审核了，这种制度叫做双机制的。我前面讲双机制的时候讲了，已经讲了这个双机制的内容啊。双机的时候，专门一个管理叫做双机力，双机力管理的力啊。有这个双机力向中央汇报，汇报的时候，你要带出你的所有各种账本。去到哪里申请，到哪里汇报啊？汇报的内容各个方面分批的，每一个军都要汇报。汇报什么？我这个县有多少土地，征了多少亩，荒废了多少亩，每一亩收粮食多少，现在征收多少，现在我粮仓里面还有多少，因此现在我粮食储备很充分，
或者短缺，这是一方面。在我这个军出现了多少多次治社会治安问题，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来说明我的社会治安好不好，追了多少案件，还有多少没有审理啊，没搞清楚，就来恳请你们执行社会治安任务的好坏的评判。还有我的财政收入是多少，经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现在是亏损多少还是盈余多少，我的整个人口涵盖的双击的具体类型呢，可以看出这些方面来。而这个迹象人情感情感也会证明多少有一些是不完全不完整。他就是通过建立各种凭证，把这各种凭证严格起来啊，这个实行双击制度啊，防止假冒，通过这样一些立法一些做法来防止我严惩贪污，其他如此类推，就是每一个经济部门都有责任制，有这种立法。另外一个是关于收工业商业的经营与管理，又有不同的立法，比方有保护和严管外商的制度立法，有强化市场管理的立法，有统一产品规格和实行计划生产的立法，有人事继续跟上和培养继续新工的立法，对国家的财务的收支收入统计记账也有它的立法原则，而且很详细。这个方面首先是严格布局的管理制度，再是处理会计审核财务的制度，就财会制度，其中已经有会计年的制度，有预设的制度，有年终决策的制度，有明确考核单位的制度，责任还有向中央汇报的制度，双击制度。这样看来，这个群体话题啊，在关于财会管理各方面已经有它的相当的科学性，很多具体内容都有它的进步性啊。特别欢迎在对待外商方面，如何对待外商方面，如何记账方面，那根本怎么计划？过了一个什么时间，就应该接到下一年，这一年不是了。每年的开头都要有预设，最好有决策。有你的预设决策情况，通过向中央双击
为保生后，来确定你这个军怎么写，你的财政管理，借钱不借钱，有成绩没有成绩，然后来确定管理的升迁。将成，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呀、啊，关于这个经济立法也是呀、啊，我们可以充分看到，他就是有相当的先进性，这些经济立法也是有相当的经济性，还可以的合理性。就是不要把他一切都认为是不需要解决这些东西都是坏的，不要这么认为，他就是已经有一些可修的部分，合理的部分。我们历史就是有继承心理，后面的一定要吸收前面的前一个是前一些年代时代的合理的先进的东西，来发展那些好的方面，改变那些坏的方面、不好的方面，这样这个历史才能前进。所以我们应该承认，秦帝时候的经济立法有它的合理的部分，有它的先进性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得很确定，他不过是为了巩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比方称霸贪污啊，称霸贪污啊是合法的，但是他是为什么要称霸，他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这个要看到，既看到他的阶级事实，同时也要看到他的合理的先进的部分啊，同时还要了解他的不够的地方，或者他低贱的地方，比方那种计划经济，一种每个诸王原来计划生产的东西，因为是情况变化了要改变，我生产这种车辆要改变生产那种车辆都不行，这种失败性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地方，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生产管理，对于这样一些东西我们要能够与日俱进，予以改进啊，这样我们学习历史才有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的作用啊，吸取历史经验用啊，前人之前之不亡，后人之师嘛啊，这就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学习历史科学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涉及的方面还很多，还有一些具体就在这个书上面的一些具体我今天都没有讲，不讲了啊，整体来说我就讲到今天为止啊，前面另外一些具体就存留了不再讲了啊，下面如果要讲的话我们讲兵制，魏晋南北朝的兵制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我就我这本书的内容来说，这次啊我有好几个具体都没有讲，为什么呢？不合时宜，比方说这个秦帝劳力之参与秦末人民起义，这个决定我就没有讲
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不太提倡叫人民起义啊，原因我就不读书了。我们的怎样都有这个知识啊，就是因此我这个具体我就没有讲。还有比方说凭日本人叫做库尼，他著的一本书叫《秦汉化之死人口》，这篇评论文章我写了2万字，内容很多，要讲好几个小时，我这次也没有讲，意思太多了。第二，至于云门情节的研究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就不讲了。那为什么我要写这篇文章呢？就是云门情节出头以后，一个日本人他也在那研究，讲我们这些文章好早就发表了，他看都不看我们的这些文章，他自己在那里胡说八道，知道吗？写了不少文章在日本发表，发表以后他还毁人一个书，叫做林汉花之死人口。不、哦，哈哈，把秦汉连到一起，秦汉的花烛死人口，书出来以后，哎，有些人还瞎吹，还吹的，还写书，如何如何啊？有的人还有这样的话，好像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吹不开这个书，说他写得这么好啊，吹来的一股新鲜的空气，因此我就毅然决然地写了评日本人的这本书《秦汉化之死人口》。我一项一项都还指出他的不够的地方，知道吧？后来我们的台湾的学者叫做吴福州，叫吴福州啊，他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他看到了我这个文章，评日本人的这个文章，以及台湾另外一些学者都是研究监督的学者，也看到了我这个文章，批评日本人的这个文章，都很称赞，说我批得好，批得对，很赞赏。我到台湾去讲学的时候啊，他们都跟我说，我在五湖社专门写了文章，说我批日本人这个文章批得好，因为白纸黑字都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难登的，一看到清楚。因此我这一次这些具体经验我就不再讲这个了啊。整体来说，我上面讲的这样差不多有20讲嘛，基本把这个书的主要内容都讲了啊。但是由于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再说年纪也大了，脑子也不清楚了，记忆力也下降了，因此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讲得很详细，
也没有应用那些法具体的法律条文。我只是概括的讲了一些我抽出来的线索啊，一些要点，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是来不及了，身体不行了。我希望以后的同事，年轻力壮的同事，赞成更多的角度来发掘云门情节的内容与实质，可以把它再做推进。我觉得云门情节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它的价值和作用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发掘完毕的，以后而有发展的余